大家好，我是甘。这个是一个很严肃而且很危险的一个视频啊，大家要注意。如果说你打算，我就把这个当做是一块蛋糕哦，这个是一块蛋糕。然后有时候他们为了要把东西固定着，说他们里面呢他们会放一些牙签啊这东西。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哦，你好像把它开玩笑，把当一个。人生日的时候，你把它开玩笑，你就是把它这样子放下去的时候呢，会怎样呢？它就会可能会导致那个人死亡，会死掉。为什么呢？你这样子，你看呢、如果这个是一个铁的东西，或者是一个牙签的东西，你这样子，看到吗？它会变成这个人。他就会流血，或者甚至会死亡。所以，如果你们有吃蛋糕的时候，尽量只要知道把这些东西要拿起来，然后呢，也不要彻底去把那个人的头部按下去，按在这样子，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，希望大家要警惕，这个东西不能拿来开玩笑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甘。这个是一个很严肃而且很危险的一个视频了，大家要注意。如果说你打算，我就把这个当做是一块蛋糕，这个是一块蛋糕。然后有时候他们为了要把东西固定着，说他们里面呢他们会放一些牙签这东西。如果你不小心的话，你好像把它开玩笑，把当一个。人生日的时候，你把它开玩笑，你就是把它这样子放下去的时候呢，会怎样呢？它就会可能会导致那个人死亡，会死掉。为什么呢？你这样子，你看呢？如果这是一个铁的东西，或者是一个牙签的东西，你这样子，看到吗？它会变成这个人。他就会流血，或者甚至会死亡。所以，如果你们有吃蛋糕的时候，尽量要知道把这些东西要拿起来，然后呢，也不要彻底去把那个人的头部按下去，按在这样子，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东西，希望大家要警惕，这个东西不能拿来开玩笑，谢谢大家。The bop bop